不管我孩子犯什么错，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哦，真的。我有三个孩子，我已经很满。等一下，给他切那么干净啊！他爸爸是路边，路边跟我无关。这辈子无法的话，我没差。九一，魔力我无差。啊？魔力我无差。不对，不对，僵尸有关。MV 是丧尸哦。丧尸哦。MV 是丧尸。好了，三个字。他是我，我只知道你。第一个字用笔的，用笔的，汉典比一下，比一下。该不会是阴尸路？我不知道。好了，正确答案是什么？啊！老公发言体如果有下辈子，哎呦，这能说谎题啦，看谁说的好。喂，编剧，你这个人好负面哦。编剧题，对啊。哦，一边开始。老婆，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是会在一起，但是我会帮你生小孩。去接嘛，有这个有，有，这个勇敢动，勇敢动，这个哭了啦，对，微雨给他，宁愿相信世间上有鬼，也不能相信你那一张嘴。可是这个很感人哎，这个感人。妇产科，我才知道。我刚才跟祥全讲，我说女人生孩子这个太伟大，小孩礼物了，老天爷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对，我不管我孩子犯什么错，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哦，真的。我有三个孩子，我已经很满。等一下，给他切那么干净啊！他爸爸是路边，路边跟我无关。好，来，如果有下辈子，我当你爸爸。Who is your daddy? Who is your daddy? 女儿不是 Who is your daddy? I'm your daddy. 上辈子的情人吗？ What is this? Who is your daddy? I'm your daddy. 女儿， I'm your daddy. 女儿怎么办？ Sugar daddy, what you got? 那五下就给这组，太棒了，送，真的，接受了，我支持，我支持他们。火火，你今晚要跟你爸爸一起睡觉喽？是，感觉是好像怪怪的。怪怪的，没有啊，因为从小没有爸爸，没有爸爸过这样。哦，要知道这一段，他想要那个爸爸没有给爸爸疼爱过的那一种吗？哦，原来你哇哇啦，你哇哇，你哇，我做你爸爸，我做你妈妈，对对对，爱着他。嘿，夫妻只能做七世，如果有下辈子，不管是不是第七世，我都还是愿意跟你当夫妻。哦，哎，这个。很普通，哎，但是他我觉得感动了，他老婆有听进去啊，哎，没有，因为我最近听到人家说，如果你当七世夫妻，你就当了七世夫妻之后，你下辈子你跟这人再也没有再也遇不到交集，对，任何关系都没了，这样，对，然后就觉得哇，如果这一辈子是我们第七世夫妻，下辈子没有办法再看到他，我会非常非常的难过，哦，熟悉。老婆有感动就好，因为我们是没感觉。对啊，反正他们开心就好，开心就好。讲的好像人家家里的事，讲给老婆听。哎，这一次不要再搞砸，不要搞砸，好吧？好，我跟你讲，两位一边，假如真有下辈子 ，Action！ 因为这辈子我碰到你真的是，我很大的幸福，很大的幸运。然后认识你让我改变很多，然后谢谢你陪伴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一切，然后都不离不弃。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当你的猪队友，神猪队友，好吗？好，我们下辈子在一起当神猪队友。他们两个算是登对了，对对，平平淡淡可可。哎，你们两个在家里可能一个晚上都聊不完，对不对？对对对，我跟你讲，没有彼此讲话，彼此都听不懂。没有，我跟你讲。他一直讲，是他一直讲，我都没有讲话。他可以从凌晨11点念到早上，11点念到早上5点。女人话多的时候很简单嘛，用你的嘴封住她的唇嘛。对对对，让一下，你骂我一下，骂我一下，感觉猪队友啊，猪队友，不要再抽。Okay, give me some.
害了，来，好喜欢哦，这个厉害了。假如真有下辈子来，可以先给他一打酒吗？好哇，啊，讲这种话呀。如果真的有下辈子，我希望这辈子我不能留你一个人，然后让我先走，然后下辈子你要来当我的女儿，我一定会把你捧在手掌心。哦哟，掌上明珠，掌上明珠。怪牛的心走，因为怪不甘。娘家的 ，call 了，对不对？对，太难了。今天我们怎么摄影棚里面充满粉红色的泡泡？